么什么，必须吃完。哟，我先来。好刺鼻的味道，又拿香菜来糊弄我。怎么还是香菜？好浓的酱香味啊。完了完了，废了废了废了。有人。必须吃完。明明是卤的呀。哈哈，该我了，我就选这个排骨哟。怎么不是香菜了？太香了，终于到我了，哈哈，红烧肉都闻不出来。不可能，明明是香菜。明论是啥？太明论，闻到什么吃什么，必须吃完。哟，能不能诚实一点？我先来。肉的味道，怎么还有股淡淡的臭味啊？嗯，好刺鼻的味道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生姜吧？我还选第一个吧。哈哈，鸡皮烟子。我说怎么一股屎臭味嘛？做个人吧你。哎，我就不用闻了，随便选一碗吧。哈哈，随便选一碗都是肉哦。该出手时就出手。豆腐里面还有肉哦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